哎呦，怎么搞的？小孩子被你热坏了吧？米娅，你妈呢？在那边。你不要躺着看书。回来了。对啊，米米还烧吗？不烧了，两个俩。不喝，老是不喝嘞，好烦人。怎么搞的？不喝还是怎么搞的？不喝嘛，他看点就不喝嘛，谁让喝喝一点。耶，这没点怎么搞的？点不知道，就笑起来就。身上有没有啊？有呀，身上都是的。怎么搞的？他虽然烧退了，但还是哭了。我说热的吧，你电风扇一不开，空调一不开的。现在不是开了空调吗？你前两天热的吧？热到前两天发烧，我不敢开空调啊。你发烧也不能说电风扇、空调都不开啊。这么小的小孩，本来一发烧你还闷他。你现在不好了吗？那我一开空调他不出汗呀，我不让汗憋着，到时候烧味一直高着，我好怕呀。你现在一身子都热疮了。这估计不是热疮，有可能是出的疹子吧。是什么？这这么狠，我感觉就是热的。你看这像疹子啊，这不像疹子吗？像痔疮吗？都是。你跟着观音呢？观音那晚上哭了，你怎么不过来搞呢？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开空调吹啊，好意思？还想我？我要上班，我晚上怎么搞啊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一睡着我就醒不了了。那你上班也能不能帮我搞一下？你都不搞，哎，自己一个人开着空调睡，早上夜夜跑过去说爸爸在享受空调。我带医院跑前跑后，你给我钱就行了。你带也是担责任呢、啊、也不是说哦你带了就没责任。我没说责任啊，我是一心带的。你喂奶喝，冲好又不喂干嘛？他不喝。怎么可能不喝？小孩饿了会不喝奶吗？他嗓子疼，那你愿意喝他不喝。我热了又热，热了又热，他不喝啊，一点都不喝。看到奶他都抗拒。我就不信了。喂，你来喂。来，我来喂。我试试。喝奶，你不要每天他哭啊，他哭得不舒服。喝奶，喝奶，喝奶。哦，喝奶。肯定被你搞僵了，现在喂不上了。什么搞僵了？你自己喂吧。你早没洗，你去半夜洗个澡。这么晚还没洗澡啊？哎呀，我搞得没停，去半夜洗个澡，快点。洗完澡真是。上学。耶，洗澡，别关了。几点了，老妈都不给你洗澡。